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5G 的到来开启了万物互联时代，在该背景下，无人驾驶技术已经公认会成为未来重点发展的对象。而现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已经受到了很多关注，那么同样作为交通工具的船舶现在发展如何呢？日前，中国船籍社在上海海事发展发布了全球首艘智能商船大智轮。该船是中船集团智能船舶示范工程的创新产品。该船的成功问世不仅标志着智能船舶、智能航运时代的到来，更是中国造船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体现。那么大智号的智能之处体现在哪里？大智号船舶总共179米，船宽32米，深15米，载重量3.88万吨。大智轮在大海航行中可以按照主人预设要求自己规划航线，并且自动闪避暗礁、过往船只等障碍物，实现安全航行，甚至可以在设备故障发生前提前预警，并告知排除解决的方法。而这些主要得益于大智号安装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会自主学习的船舶智能运行与维护系统，它相当于船舶的大脑，全球首台智能应用低速主机，能利用传感器、互联网、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将多种航运线路的船舶状况、海洋环境、卫星导航信息进行计算分析。这使得大智轮会根据海上的风浪情况和洋流情况，合理选择最节约能耗的航线。据测算，38,800吨智能大智轮货船，与基础船型相比，推进效率可提高3%，日均油耗可降低约4%。当然，大智号在出港航行最初几个月可能会表现得很平庸，因为最初几个月是自主学习的过程，等到丰富完数据库后，智能船舶才真正具备智慧。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